好的桥段都浪费，怎么呢？想好的台词不知所谓，怎么会？也许放开手就是违背，怎么说？选择的结局不敢面对，是不是清醒的梦境值得回味？是不是把故事结尾当成安慰？是不是回忆在掌心开始轮回？是不是放手之后更容易崩溃？勾勒不出的画面怎么描绘？你看沿途的星辰也从未后退，站在笼罩在一片漆黑的堡垒，能不能偷偷卸下你满身防备？是不是一心高就该知罪，用玫瑰装点谎言的虚伪？是不是只剩下问心有愧，拥抱着我们活着的愚昧？握不住你我的滚烫的泪，也许就只能错了不了对。夜空中总有一束月光追随，许多人的游戏也会慢慢下坠。不知所谓，怎么会？也许放开手就是违背，怎么说？选择的结局不敢面对，是不是清醒的梦境值得回味？是不是把故事结尾当成安慰？是不是回忆在掌心开始轮回？是不是放手之后更容易崩溃？勾勒不出的画面怎么描绘？离开沿途的星辰也从未后退，站在笼罩在一片漆黑的堡垒，能不能偷偷卸下你满身防备？是不是一心高